残酷な天使のように少年よ神話になれ。欸，我之前跟你说要买给你的，赶快来猜一下，猜一下。嗯，就这个，因为正面有地址电话，所以就不方便转过来给大家看。这样子一样啊。他说可以穿出去了啊，我不知道。这对可以穿啊，你敢穿的话，就是特定场合才会穿的。看一下是什么东西，是什么？是什么？欸，我还没有拆过哎，我可以看一下。这是卡通吗？对啊，这是卡通。他这个是真的是泳衣，所以他有附那个是泳衣哦，这是泳衣。所以上次我是有猜到的。对对对，你有猜到。那怎么敢穿出去啊？你穿反了，那是背面呐、啊。你在拿那个是？它是镂空的、哦。对，怎么感觉好像有点大件？还好吧。还好啊，哇。哎，真的太镂空了吧？不会啊，泳衣不都这样吗？哎，其实我觉得好像有点大件，你觉得有点大件吗？有点可怕哎、欸，有点可怕，还好吧？这怎么穿出去啊？这是你敢穿的话，就当然可以穿啊。这要800多块。对啊，对。那个知道这一部动画的人就知道，我送给我老婆的那个衣服是谁穿的？谁穿的？对，这个你自己上网 Google，啊、你自己要去 Google。啊，你没有跟我讲电那个卡通什么名字？你就把这段影片 po 到你的那个上面去，然后大家就会知道，哦、大家就在留言。真的。那你看看那卡通是男生吧？没有，女生也会看。天哪，这是开高叉的？应该不是吧？是的。是啊。这应该会不会穿没几次就坏掉？不会啦。我就知道，就大概类似这种，半是那种。哈哈哈，没有，这完全都是依照我个人喜好买给老婆穿的。你可以游泳的时候去穿啊。怎么敢穿啊？这样穿出去人家会笑吧？这有什么好笑的？这是一个非常专业的战斗服，好不好？不是那种战斗服，是另外一种战斗服。懂看过卡通的人就知道这个战斗服代表什么意思。干嘛？现在要干嘛？要我去？那你去换一下吧。不能录了啦。那换一下啊。准备变身中，希望后面的影片不要吓到大家哦，请大家做好心理准备。的变身，大家不要吓到了。可是这样好奇怪哦。不会啦，哎，我难得哎，难得，就是。那你叫你后面，你要自己介绍哦，那我没有办法。这个、哦、这个自己搭，这个不用多说啊，自己大家自己上 Google 就知道这到底是什么东西了，真的不骗你。那你们大家不要吓到哦。3、2、1，快点啦，然后拍前拍。奇怪啊！不会啊，不会很奇怪。虽然很像那种比赛用的游泳衣啊，是应该没有人会穿这样去比赛。应该。它后面是镂空的哎。对啊，是镂空的。我觉得你可能要稍微再练大只一点，然后练大只一点就可以把这个泳衣撑起来。你说那个吗？就是练壮一点啊。跟壮什么关系、啊？就是长一点肌肉的话会更好看。好了哈，啊，那你要说什么？你要说什么？人家送东西给你，你要说什么？
这又不是我想要的礼物。啊，不管啊，人家送东西给你，你要说什么？啊，谢谢老公送我一个这么奇怪的礼物。啊，不客气哈。